手中掌握，你没法掌握你自己。即使人总为自己奔波忙碌，也没法掌握自己。你如果能摸着自己的前途，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那你还叫手造之物吗？你还叫手造之物吗？总之无论神怎么做工，都是为了人类。正如神所造的天地万物，也都是为人效力的。造月亮、太阳、星辰，都是为了人。造动物、植物，是为了人。造春夏秋冬，是为了人。等等，这些都是为了人的生存，都是为了人的生存。所以无论神怎么刑罚人、审判人，都是为了拯救人。即使剥夺人的肉体盼望，仍是为了接近人。而接近人，则是为了人的生存。人的归宿都在造物主的手中，人怎么能自己掌握自己呢？人的归宿都在造物主的手中，人怎么能自己掌握自己呢？怎么能自己掌握自己呢？